朋友们千万别划走，我给大家谋了一个福利。如果你的粉丝量达到1000以上，到湖北英山县天马寨景区游览，只需要你像平时一样随手拍拍自己喜欢的景色视频或者照片分享出去，加上定位，就可以免费一张景区门票。这里有山有水有木屋，还有玻璃栈道、观景台、花地，来这里可以看满山遍野的器材都装潢，日前每立方负氧离子16000多，你会感觉你的肺像被清洗了一番。逛累了，在景区酒店花上几十块钱可以住上一晚，感受一下夜晚的凉爽。这个季节来这里人少清静，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没有杂草的喧哗，只有鸟语花香欢迎你，所以快收藏起来吧，别搞丢了。关注我以后有这样的福利，我还会分享给大家的。